主料绿豆200克。辅料水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绿豆用温水泡，一般都是晚上泡，我是15号大早开始泡的。这个是15号晚上的样子，把水倒掉，用温水冲洗一下盆内，不流水盖上毛巾等物，盖上盖子避免见光。我把它们放在一个角落的地上，家里有地热，所以保证了豆芽的生长温度。16号早上换水，把顶掉的绿豆皮撇掉，跟先前一样冲洗完释放回流，为盖盐。16号晚上换一遍水，这个是晚上的样子，又长大了是不是？17号早上重复做法。17号晚上的样子，小盆已经长满了，换成大盆了。18号早上的样子已经可以吃了。烹饪技巧，保证家里的温度太冷不行，另外见光也不行，我这个盖了一层布有点透光，稍微有点发红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